请掀开经本267面，267面，第六行啊，看经文。佛告阿难即为提悉，下品众生者，这先把往生的品位说出来，下面呢是鉴别这一类往生的人，他所造的行业，在善导大师注解里面呢，他这个小标题呀、小课题呀，叫“谨记造业”。我们看经文，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说的，都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很容易触犯的，就是或有众生。或是一个不定之词，或者有这样的人，毁犯五戒、八戒及具足戒。那么这一句呢，是总说，是造了破戒之物。五戒是这个在家出家共同的根本戒，这个在家出家都一样的，是共同的这个根本戒。这个五戒里面呢，前面四条叫性罪，这个性呢，就是本性的性，叫性罪。这个性罪呢，就是不论你受不受戒，你犯了都有罪，这个叫性罪。如果受了戒再犯呢，就又要加一层破戒罪，就加这一条。如果没有受戒犯的时候呢，那就是说犯的性罪，不能说他没有罪。那么这是杀盗淫妄。前面都详细说过，这个第五条啊，饮酒这一条呢，不能够说它是性罪，因为酒不构成犯罪，它叫做遮罪。这个遮就是遮止的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说呢，他是防范，怕这个酒后乱性，造前面四种罪，佛才特地将这一条也列入重罪，那么这是我们应当要知道的。这个戒律是学佛人共同的科目，
在佛法当中啊，可以说是有三个科目是共同的，无论修学哪一宗派，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都必须要遵守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戒律。戒律是生活行为的规范，它最重要的意义是防止我们造罪业，所以说防非止过，过就是过失，把过失止住，防非止过，这个是戒律真正的精神与意思。那么四众戒不单我们这个世界，无论是古人或是今人，是中国人或是外国人，是懂得佛法或者是不懂得佛法，乃至我们讲受过教育或者是没有受过教育，大概对于杀盗淫妄都认为这是不好的事情啊，可见的这个是一切大众所公认的，不但我们娑婆世界人认为这个是罪业，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只要有众生之类对这四桩事情呢，都认为是恶事，不是好事啊。因此这个四众戒是一切诸佛之所制定，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发明的，不是他一个人制定的佛佛道统通通都是这么定的。因此我们要想在佛法里面得到真实的利益，一定要严格的去受持，受持五戒。这个受持持戒是因的，能持戒这是大善。三福里面第一条是世间的善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个是世间的善业。这个戒律呢，那这个功德比这个世上大了。戒律是圣教圣人的教诲所以戒善比世间善呢要高很多世间善只能得人天福报，出世间善呢他的功德能帮助我们得地，能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所以不是世间善所能比的。何况佛常讲修因一定有果报一定有果报，那么五戒的果报就非常殊胜，不杀生，得健康长寿的果报，
这个不杀生呢，是无微不至啊，三种布施是无微不至啊。布道得大富啊！啊，这个就是《小乘经》里面《莫难问是佛偈胸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啊，布道得大富啊！啊，那么不仅是叫我们修财布施啊，那当然你的福报啊，现前更快速了啊。这个持戒是众的真实之因，将来一定得真实的果报。现在在能修财布施，那是缘，因再加上缘，果报立刻就现前了。啊，果报就现前。啊，这个道在戒律里面涵盖的范围非常之广啊，不能够把它局限在切道啊，当然切道是道，那范围很小啊。凡是我们居心啊，我们存心呢，要把别人的啊，他所有的，把它变成自己的，据为己有，不管用什么手段，都叫道啊，都叫道啊。譬如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世界上许多这个国家政府做大官的贪污啊，那个贪污他有势力，老百姓要想拜托他帮帮忙，求他办一点事情，都要送贿赂啊，那个贿赂是不是你甘心送给他的？不是的，是被逼住啊，不得不送啊。这是道啊！啊，这个都是属于道啊！啊，所以这个道的范围呀、啊，非常之广泛啊。只要对方不是甘心情愿啊，这个送给你的。啊，你是用一种威势权力逼使他不得不奉献的，这是属于道。那么还有一种呢，甘心情愿送来的还是道啊。哪一类甘心情愿的呢？你是出家了，做了法师了，你们信徒来供养，这是甘心情愿的啊。假如这个出家人不是真正修行，是用打着佛法的招牌欺骗大众啊，求得恭敬供养，这叫盗佛法了，拿着佛法骗众生的，这个果报在阿鼻地狱，非常可怕啊。所以它的范围啊，确确实实非常之广泛啊。那么道在戒经里面它有个很简单的定义，这个定义非常之好，叫不逾矩啊。这个无财无是有主的，他没有同意你就把它取来啊，那么这个就是造成了道的这个罪业了啊。所以不道得大富啊，那么当然是指财务方面来说的啊。这是这个不隐于相貌端正庄严啊，端正庄严。这个不妄语呢，得的果报是温信，他说话呢，别人相信的啊，而且的是吧，他的言辞美妙，一
音声洪亮，都是从不妄语得来的果报。啊，像释迦牟尼佛，啊，佛能够一音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呀，那是无量劫以来佛从来没有妄语过。啊，所以的音声呢，有这样的好。啊，大家都能够相信他，啊，都能够听他的。啊，这个不饮酒的果报是智慧，啊，使这个头脑，我们今天讲的头脑啊，保持清楚，保持着很冷静。啊，所以五戒的五种殊胜的果报，我们想想这五种圣报，我们都想得到。啊，这种光想得到不行啊，一定要修因啊！啊，不认真的修行，纵然天天呢给佛菩萨烧香啊，给他供养礼拜啊，祷告，那都没有用处的。啊，一定啊，要依照佛所教给我们呢，认真去修学。啊，这个果报自自然然会现前。啊，这个八戒呢，是出家的根本经。啊，出家根本经。是出家了这个沙弥所修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啊，这个沙弥十戒啊，为什么只说八戒？特别是为在家同学说的啊，因为净土三经，往生法门，佛是主要对在家人讲的，所以一切呢都要便利于在家的同修。这个八戒就是八关斋戒，前面都详细介绍过了啊。这个善导大师给我们开示的很清楚，是在家人受出家戒。但是这个戒期是一天一夜啊，可以连续受啊，连续受啊，也要每一天都受啊，因为它的期限呢就是一昼夜啊。这个居足戒是出家人受的啊，就是比丘戒跟比丘尼戒，在过去受戒是一桩大事情，是非常隆重的一桩事情，不是说我们想去受就受啊，没那么容易。而且从前寺院开戒也是佛门一桩大事情，非常的隆重。受比丘戒之前一定受过沙弥戒，如果曾经学过佛的，一定在家受过五戒菩萨戒，有在家菩萨戒，啊，不像现在台湾呢，受戒非常方便，啊，想去受戒，他这道场开戒了，马上报个名啊，啊，这出家人今天剃了头，明天就可以去受戒，啊，三坛大戒就具足了，真快啊！啊，这是赶上我们现在的时代了，在以前不行
出家了，在寺院里面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训练，然后才能够受戒。啊，所以从前呢，严格它很有道理。啊，这个出家人素质很整齐，啊，有相当水准，啊，不像现在这样的随便。啊，这是我们看到古德了，感到非常的感叹。下面呢，这是举一个例子。破戒的事情很多，如果一条一条说，那说不完了，太麻烦了，太琐碎了。举出一条啊，哪一条呢？道戒啊，这个杀盗淫妄里头，单单举这一条啊，要知道这个不过是举一个例子。说如此于人啊，当然他犯戒一定愚痴，他不愚痴绝对不会破戒的啊。为什么呢？破戒的罪非常之重啊，将来的果报不可思议。一个有智慧的人决定不肯去做啊，所以这个决定是愚人愚痴。什么叫愚痴？在此地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大家很容易懂，不相信有因果报应，这就是愚痴啊。各位想想，相信因果报应，他不敢做坏事，他不敢起恶念啊。为什么呢？怕恶报啊，敢做恶事，敢动恶念，都是不相信因果报应的。他才敢做。如果说得更深广一点，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经上所讲的诸法实相，他完全不了解啊，所以才会做错事情，偷生起无，到现前生无，这个是两桩事情。生起无就是寺院的，我们现在话讲不动产啊，寺院里面的田地、房屋啊，属于不动产的叫生起物。佛在此地这个道啊，特别取出这个三宝物。为什么呢？这个盗三宝屋戒罪呀太重了。这个地方呢，诸位同学们不能够不知道。如果我们盗一个人的，不管用什么手段啊，不管用什么手段，把他的财物啊据为己有，你盗一个人的
就欠一个人的啊，实实在在要把三世因果搞清楚了呢，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做人呢，心安理得啊。为什么呢？他今天把我的东西骗去了，盗去了啊，强占去了，将来他还要还我啊。啊，不但这个事情要还呢，你看就是吃肉，吃他半斤呢，将来得还他八两。原来这个果报是这样的，这个才叫真正公平啊。啊，所以知道真相之后啊，决定不做这个傻事情了，才晓得人在世间要想占人便宜没这回事情啊。表面上看到是占到了，你将来要不要还债？要惆怅的呀。一丝毫便宜占不到。那我们被人家占便宜，我们有没有吃亏呢？也没吃亏啊。来世来生因缘到的时候，他还要还个补偿啊。明白这个事实真相，我们的心就定了，心就平了啊。纵然吃亏上当受骗了，也很欢喜啊。等于什么呢？我们放债放利息一样，将来他要还我的呀啊。但是真正学佛人呢，要不要他还呢？不要他还。为什么呢？还我还得在六道，我等他来还，咱们不要了，通通不要了，赶紧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成佛了啊。所以我们自己决定不骗人，决定不占人的便宜，别人占了我们的一笔勾销就算了啊。这个心呢，永远是清净的。所以我们到一个人的跟一个人结罪，你要还一个人的。如果到这个团体的呢，这个事情就麻烦啊。这个物啊再轻最重啊，最很重啊。比如这个公共的设施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外面，举个例子，常常大家看到的这公用电话，这个公用电话了是市政府安的，用谁的钱呢？用我们整个这一个城市啊居民纳的税，用这个来装的。这东西虽然很少啊，你要是把它偷去了啊，你将来还债要还谁呢？这一市的大概200万人呢，都是你的债主，这个就有的还了，这个就麻烦大了啊。所以虽然报得少，它的最重。假如这个设施是国家设立的，那就更麻烦了，你的债主是全国的人，这是许许多多人不知道啊。真的是疏忽大意了。所以佛讲啊，如此愚人呢，那可一点都没错啊！啊，因此，公共的设施要格外的爱护啊。偷盗是罪过，你把它损坏了也是罪过啊，损坏也是罪过，所以要格外的爱护。最重的罪呢，是寺庙里面的啊。这个就讲生起物，
升起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叫僧缘，就是出家人修行的场所。为什么说他这个罪最重呢？你想，你这个国家设施，你盗取他的，跟一国的国民结罪，这个范围很大了。出家人这个道场，这个道场是尽虚空遍法界，所有出家人都有份，不但我们这个地球，他方世界有佛教化众生的佛的弟子是，这也有他一份。他是出家人，即使出家人就有一份。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债就结不清了。这要向尽虚空遍法界的僧团里头去结罪，这个麻烦大了。所以佛在此地特别举出这个例子，僧团里面的东西决定不能够盗取，这个是僧器无是指这个僧团里面的不动产，用现在的话是指不动产，决定不能够侵占，决定不能够损坏，损坏的罪业非常之重，如果侵占那还得了吗？现前生无呢，这就是我们想讲的动产，他生活所需，衣食，所以稻粮、财物，这个是，这个罪过也是向这个十方僧团呢去接罪。这种情形自古以来，侵占僧团的财物，往往这个出家人比在家人犯得多。这真的叫破戒了，铸成了大错啊！在家人起心动念要霸占僧团，亲损常住，不能说没有，少数，很少见。所以出家人要特别提高警觉，要小心谨慎，不要造成了大罪，一定要明了。僧团常住不是属于个人的，是属于团体，而且团体是代代相承。僧团里面是民主的，所以过去这个执事啊，这是住持啊、当家这些执事，一年选举一次，在中国的丛林制度，这是百丈大师制定的这个制度，任期是一年，所以治世是很辛苦，是为大众服务的。
为大众服务，要长期叫他服务，那这就不公平了啊！所以每一年选一次啊，腊月三十总辞啊，选举初一的时候就移交啊，初一的时候新的执事就上任啊，就移交啊，任期一年啊。那么当然，现在这些制度呢，也都不存在了啊。在台湾这个寺庙啊，跟从前丛林性质不相同，那么这个因素啊很复杂啊，因素相当复杂啊。现在如果实行啊，就是恢复从前僧团制度，恐怕也像我们台湾民主一样，会一团糟啊！啊，你什么原因呢？素养不够。啊，从前出家真的是发道心的，啊，确确实实戒律清净庄严。为大众所尊敬，没有利于这个念头啊，所以这个僧团确确实实是达到了六合敬，诸佛护念，龙天拥护。现在不一样了，啊，即使出家了，修行，修什么呢？啊，我每天念几部经，每天念多少声佛号，拜多少拜佛，这叫修行吗？这个叫修行的样子，叫装模作样，样子啊。真正的修行是把自己的毛病习气修正过来啊！啊，行是生活行为，修是修正啊。我们的思想见解言语造作错误，把这些错误修正过来，这叫修行。那么修行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是经论啊，经论是我们思想见解正否的标准啊，依照经论修正了我们的想法看法啊，我们对人、对事、对物、对宇宙人生的见解、思想，如果跟佛经上讲的一样，那就对；不一样呢，不一样，把它修正过来。戒律修正我们身口的行为，就是表现在外面的行为。一举一动像不像佛在经上所说的啊？所以戒律是修正我们言语啊，动作是修正这方面的行为的啊。所以经律论呢，是我们修行的标准。在现代社会，讲经论的这些法师大德还有，我们还有机会接触到，讲戒律的没有了。
而且戒律非常重要。这个外面呢，会影响里面呢，表里一如，可见的戒律非常重要。但是戒律现在讲的人少啊，为什么人少呢？讲的人少呢，难为情嘛。啊，讲了自己都没做到。啊，是讲这个自己在骂自己了，算了，不要讲了。大家都马虎一点好了。啊，没人讲了。没人讲不得了啊。这个问题严重啊。所以印光老法师真是慈悲到了极处啊。啊，他老人家将太上感应篇，这个太上感应篇是道教的，文昌帝君阴之文也是道教的，了凡四训、安世全书啊，用这些东西来代替戒律，这的确是大智慧啊。因为戒律如果没有人讲，我们自己要看很难看得懂，何况佛在戒经里面特别交代没有受戒的人呢，不能看戒律，不是戒律是秘密，不是的，是佛的慈悲，哎，因为你没有看戒律，出家人犯了什么罪过你不知道啊，你对他还很恭敬呢、啊。那个戒律你一看呢，哎呀，这个出家人这犯这个罪，那个犯那个罪，你的起心动念对人就不恭敬了，天天批评，天天责备人，你就造口业了。所以佛是大慈大悲，叫你不要起心动念，不要造口业。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不准你看戒律。那么安世全书、感应篇、阴之文，这是世间的善书，不是佛的戒律，人人可以看，拿着这些标准来修正我们身口的行为，实在讲跟佛戒律啊差不多啊，不能完全相应呢，至少可以达到95%啊！啊，所以印光大师啊，用这三种书啊代替戒律，这非常有道理啊！希望同学们多多的阅读。啊，读这个书啊，要检点自己的心性啊，很难得。这个张老居士为我们写了一本《无量寿经》，又为我们写了一本《感应篇》啊，我们将《感应篇》跟这个《无量寿经》啊印在一起啊，就前面是经呢，后面是戒律。那个最好每一天至少啊要把它看一遍啊，看一遍跟自己的今天一天所作所为起心动念呢对照一下，依照这个标准来修正，这就好了啊，这个叫真正修行啊，所以你每天不拜佛，不念经，你真的在做修行啊，这个要知道的啊。下面呢，无尽说法，特别
对讲经说法的人提出了警告，说法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开始，佛讲经，维摩居士也讲经，所以讲经固然是出家人的专责。出家为什么？就是为了弘法利生。如果不为弘法利生，说是我个人修行，在家一样成就，不必出家。出家就是要担负起弘法利生的责任。那么中国从僧团制度建立了，就是丛林制度，跟过去完全不相同。过去出家人生活几乎是独立的，三五个志同道合组成一个小团体，是个独立的。丛林制度呢，变成一个有制度、有规模的大型的僧团，有组织，就像学校一样，从前这个丛林之前呢，像私塾教学，一个学生教个七八个学生、十来个学生，这种方式。僧团这个丛林呢，等于办大学，所以一个僧团里面有几千人，组织非常的严密。那么他就需要办事的人员了，需要办行政的，像一个学校一样，学校教员重要啊，职员也重要，没有职员这个学校也搞不成功啊。所以丛林制度兴起之后，出家人有不能讲经的就担任执事，像一个学校不做教员呢，那就要做职员，这个职员叫护持，内护，在僧团里面做护持的工作。那么一直延到今天，延续到今天，我们出家人呢，两种职务，一个是弘法，一个是护法。这个在家同修也是这两种责任，在家可以发心弘法，佛陀在世维摩居士天天跟佛一样讲经说法，不可以说居士身份不能讲经，这讲不通的。佛在世的时候这个样子就摆出来了，哪有居士不能讲经的？而且佛法是教育，教育里面老师第一大，这个诸位要知道。平常在家人跟出家人见面的时候，为了尊重佛的住持弟子，在家人都要向出家人点礼，致敬。假如讲经的时候，居士身坐讲经，出家人来听经的话呢，要给这个居士要顶礼，为什么呢？他在讲台上是代表佛说法的，
啊，要向他致敬。啊，这个是正当的规矩。你看经上，释迦牟尼佛的时代，维摩居士讲经，佛的弟子舍利弗、目犍连，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佛的大弟子去听维摩居士讲经，也要顶礼三拜，右绕三匝，跟释迦牟尼佛讲经那个礼节没有两样。这就说明了佛法里面老师地道啊，虽然是居士，居士在老师的身份，那我们一定要恭敬啊。出家人可以向居士求法啊，你看这个舍利弗、目犍连去听维摩长者讲经说法，就是向他求法。后世玄奘大师在印度，他有两个老师，戒贤论师是出家人，圣极居士是在家人，两个老师，他对两个老师同样的态度，同样的礼敬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不可以这个误会，认为什么我一出家了，剃了头了，穿了个大袖子了，就目空一切了啊，什么人见我都要顶礼啊，增长傲慢，那就必定堕落了，那就是次第讲不净说法啊，不是心不清净的啊，求名闻，求人恭敬，求利养，这就不净，这个心不清净，不净说法。看你的目的，看你的用心，这个戒罪呀，轻重不等。那么，这个像前面所说的批判如来呀，这就是最具体的一个说法，就是无有惭愧啊，没有惭愧心，不肯回头，不能改过，一诸恶业，一字庄严啊。他认为造作这些恶业啊，他很聪明。他的手法很高啊，能够骗得这些信徒团团转以这个为庄严，如此罪人一恶业故应堕地狱啊。他造前面这些罪业，这些罪业是乐趣，这个里面只要犯一条就是堕地狱啊，不要说通通都犯了，犯了一条就要堕地狱，那你要是犯多条的话，那他就不必说了啊。这是破戒造恶的众生，这样的罪业，戒经里头常讲啊，不通忏悔呀，没救啊，那是真的，确确实实，佛讲的没错，
确实是没救。如果是还有救呢，那就是我们这个经上讲的求生净土啊，就这一条路，除这一条路之外绝对没有第二条路。命与纵使，地狱众火一时俱至，人在临终的时候，甚至在得病的时候，就有许多境界。临终这个境界更为显著了。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的很多，讲的很详细。冤家债主啊，都出现了。这个地狱现象现前的时候，那是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牛头马面呐、佛经里面讲啊，这个牛头阿旁啊，这一些地狱的这些鬼族啊，都出现了。这一生不相信因果报应的，造种种罪业，到这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那么这个人跟我在前面讲的这个下品上身里头说的是一个道理，绝非偶然呐、没有侥幸的，哪有偶然侥幸遇到这么好的机会呀、没有啊。实在是什么呢？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的善根福德，在这一刹那当中啊现前。这个真是稀有难逢啊。造这样的恶业，临终的时候虽然恶尽现前呢，他头脑还清楚，人还很明白，这个就大非易事。所以这个要晓得，这个是无始界修行的善根呢，在这个时候发现，这个真正是关键的时候。头脑清楚，遇善之时，以大慈悲即为赞说阿弥陀佛十力威德，广赞彼佛光明神力。就在这个刹那之间，生死关头遇到善知识，这个善知识是念佛人，对于往生经论相当的透彻明了，给他用最简单最扼要的开导，这实在不容易，这是真实的慈悲赞叹阿弥陀佛。如何赞叹阿弥陀佛呢？净土里面三经解释，但是在最紧要的关头，你要真正把握着重心，劝这个造罪的人，这个时候要回头是岸，要真实忏悔，像前面这个三心里面所说的，一切真实心中作，这个忏悔要真实心忏悔，知道过去所做的错了，从今之后再不错
不做错了。啊，要发真实心，这个真实心的力量非常之大。要真实心，深信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舍利是常讲的。啊，一切如来在果地上有十种最殊胜的能力，菩萨都不能为比。啊，佛是以这个圆满的智慧能力啊，帮助一切众生。啊，尤其是阿弥陀佛。啊，四十八愿度众生。广赞彼佛光明威神。如果时间非常的短暂，啊，看到他快要临终了，这个时候言语越少越好，句句要有力量，要真正能够提醒他回头，专念阿弥陀佛，一心求生极乐世界。啊，这两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如果时间长，看他这个样子还能够有两三天，啊，那你就可以多开导他一些，增长他的信心。啊，所以这个完全看时节因缘。啊，这个时间长的时候，业暂戒定慧解脱解脱之境。啊，经上所说的大家要记住，这是举一个例子。不是你见到每一个往生的人都如法炮制，那就不一定有效了。这说法嘛，要契机呀，啊，要契机，啊，这个也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契机契理，这个听的人才能得真实的受用。啊，那么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在佛法叫无分法身。啊，如果诸位要想对无分法身多了解一些，六祖坛经第五品里面说得很详细。啊，说此人闻已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啊，这个人听了他就感动了，他就生忏悔心了，立刻就改过自新，他的罪业消除。啊，地狱猛火化为清凉风，这个是罪业消除的现象。像唐朝张山河，啊，这是我们在这个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呢看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张善和是个屠户，杀牛为生，啊，一生杀牛，这个杀业就太重了。啊，这个实在讲啊，也是一世的迷惑啊。
从事于这种职业啊，造了许许多多的罪业。这是这个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营生事业不能够不慎重，不能不选择啊，不要选择造罪业的这个行业啊，这个行业果报都不好。张善和在临终的时候，地狱相现前，见到许许多多牛头人，那都是被他杀的这些牛啊。这个时候啊，这些牛的时候来问他讨命啊，他才非常恐惧啊，大声的喊救命。所以他这个是缘巧啊，正好有一个出家人呢，从他门口过，从他那里经过，听到里面喊救命，这个出家人呢就站了一会，问什么事情呢？哦，他这个家里人讲他这个张善和病重了，喊救命，出家人进去一看，张善和讲好多牛头人。这个出家人晓得地狱相现前，给他点着一把香啊，点着一把香给他，叫他赶快念阿弥陀佛啊，求生净土啊。这个是性命交关的时候，他很听话，大声就叫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念了十几声啊，他就牛头人不见了啊，看到阿弥陀佛来了，他就跟阿弥陀佛往生。那么从这个历史来看，无量寿经第十八愿生念必生呢，就得到一个证明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愿很不容易遇到啊，在这种性命交关的时候，他遇到一个真正善知识，帮了他的忙啊。所以地狱猛火化为清凉风，吹住天花，化上皆有化佛菩萨迎接此人。这个转变的确确实实非常之快啊，转变快的往往啊，有一些同学读到这个经呢，很难相信啊。前面这个善人往生呢，我们听了会点头，认为是应该的，这种造物，一生造这么重的恶业，临终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他就能往生了啊，真的是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那是我们没有看到前因后果啊。这个是过去生中啊，是个大修行人，积功累德，就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能够接受这个法门，纵然在临终最后那一刹那接受了，也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他要没有这么大的善根，临命终时一叫他念佛，他就肯念，没那么简单。我曾经见到一个人，我也在讲堂跟诸位说过好几遍。我初出家的时候，在云山灵济寺，
我们灵济寺有一个念佛会，会长跟副会长都是在家居士，会长是王大松居士，在不在我都不晓得了。副会长林道奇居士，林居士是台湾银行的乡里，地位很高啊，他的法器敲得很好。念佛会当中，他当为诺，领导大众念佛。他往生的时候居然拒绝念佛，怪不怪的？他得的是癌症，走的时候非常痛苦，听到佛号就讨厌，把助念的人都赶走。你由此可知，如果不是过去生中那样深厚的善根，自己一生念佛临终不念，你看这个业障多重多可怕啊！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事实啊！所以一个人无论是修善往生，是作恶临终遇善之时往生，都是过去生中非常深厚的善根啊！这一生遇到的殊胜的因缘，才能真正了生脱死啊！没有例外的。那么这时候看到这个地狱火变成了莲花，莲花上都有画符，画符是阿弥陀佛，画菩萨是观世音大士智，三圣的化身呢来迎接他了。如一念情即得往生，一念情是时间之短暂，他就跟着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七宝池中莲花之内，经于六劫，这是这一段呢，是讲花开的时间。那么时间都是从我们这个地方算起，不讲西方世界的，西方世界，时间空间这种观念都没有，这个是不相应刑法，那边没有的，那边是一真法界，没有虚妄的，十分方分呢都是不真实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也许有同学要问，那么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在莲花里面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他的日子怎么过呢？我们在《无量寿经》看到边地已成，边地已成里面那个生活快乐就像夜摩天宫一样只是不见佛不闻法而已。这个地方是九品之内的，不属于边地。那么换句话说，
在莲花里面，佛菩萨也应化在其中，为他说法。不可以说他不见佛不闻法，那跟边地不是比边地还要苦啊，还不如嘛。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想的。他是化佛化菩萨为他说法。那么六劫之后啊，莲花开了。赞佛偈的时候常常念叨啊，花开见佛悟无生啊。花没有开的时候，见到的阿弥陀佛观音实质是应化身。花开了以后啊，见到佛菩萨是报身。花没有开，没有见性。换一句话说，相当于此方啊三贤位的菩萨。花开之后，相当我们这个地方地上菩萨，明心见性。所以说六界莲花乃佛啊，开佛了。莲花开，观世音大师之以梵音身安慰彼人，为说大乘甚深经典。这个是见到报身。报身先见到这两位法身大师来给他讲经说法。他一听就觉悟了。怎么知道他觉悟呢？底下说了，闻此法已，应时即发无上道心。无上道心就是菩提心。在《大乘起心论》里面讲的，直心、深心、大悲心；佛在《本经》上所说的至诚心、深心、回向发愿心，这个心一发起来，就是大乘菩萨啊。大乘什么地位的菩萨呢？圆教初住，别教初地。那么由此可知，这真正能够证明他在莲花里面所见的呢，这个佛菩萨呢是应化身啊，也是天天在那里闻法，在那里修行啊，这个一点不假的。对，六劫，这个六劫时间也不是一定的，要看这个人呢用功的勤度，大概用功勤快的啊，勇猛精进的，时间就提前了。这个六劫是最多的啊，最多不过是六劫啊，那就是懈怠散漫的这个求往生的，大概需要六劫的时间啊。假如他勇猛精进呢，那这个时间自然就提前了啊。所以这个精呢是活的，不是死的啊。这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个道心呢真正的发出来，就是发生大事啊。我们今天对于菩提心
粗略地了解了一些，有没有发出来呢？没有啊。这一发出来了，那你就不叫凡夫了啊，你就是发生大事了。这个心一发就是发生大事啊，可见的真的是不容易。如果不是偶业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解释，上知与下愚啊，修这个法门呢，很容易成就。这半当中的，就像我们这个程度啊，是大麻烦啊！麻烦在哪里？怀疑啊，能不能去啊？啊，看看经上这些标准，再回头想想自己，摇摇头，靠不住啊！这问题严重了。啊，偶业大师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啊，他老人家解释这个无上菩提道心呢，他怎么说呢？真心求生净土，这个心就是无上道心，那我们的心就安了，心就定了啊。这个是不是呢？说老实话，不能说不是，也不能全是。那怎么说不能说不是呢？因为你的一念求生净土，这个意念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真法了吧。哎，他这个心是连在一起的嘛，那可以说就是嘛。啊，怎么说不是呢？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大彻大悟，这个心毕竟还不是真的菩提心啊。啊，但是诸位要晓得，如果不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心就真难真难。啊，这个一念真心求生净土，一念真心要见阿弥陀佛，生到西方世界，必定见佛闻法，彻悟自信呐。这个无上道心是彻悟自信的，啊，一定是圆满成就的。那么这个是下品众生啊，这一句是个总结啊。善导大师这个注解，希望同学们自己去看。